今天早上我有点迟到了，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，但他脸还是好臭啊。你跟谁说啊？跟我说啊。走开走开走开。干嘛啊你啊？干嘛？你要开始修改我的衣服了吗？对，我看到帅哥我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别走，我有女朋友了，我不敢偷吃。太美了，有点浮夸。金刚芭比，然后手刀在我手上。虽然是综合条件都很棒，好吗？哎，其实这个。